主编比赛好像感冒的感觉啊，我看到那个饮食啊，一直在折啊，上一集里面讲到那个饮食啊，往下一个弧度啊，现在我看到那个饮食啊，一直在往前啊，往前慢慢从那个弧度上，上升了，又恢复到原来的。高度又恢复到原来的高度啊，又原来高度啊，继续向地球进发，继续向地球进发。然后海上有那个目送电了啊，哇，哎，好像在乱了，哇，哎，好像在乱啊。那个莫充电，那个发信号的有点乱啊，哇，啊，有个人呐，他看我临牌案例的时候，看到怎么莫充信号什么之类的，哎，又改变那个莫充信号去了啊。在陌生改变信号去了，这让那个阎王啊勃然大怒，哎，这个让人勃然大怒，这好像这个人是无可救药了啊，确实是无可救药了，那个阎王气得干站在那个在那个肚子下面啊，狠狠地踩了几脚，他说你找死，你是不想活了啊，你是找死，你是不想活了啊。你不想活了啊！哎，这现在继续在走的时候，好像有点疑惑了啊。那个方向，那个好像有点那个方向，那个陌生信号找不见了啊。那个陌生信号找不见了啊！连忙通知我这里啊！就海上啊，那陌生信号找不见了啊。为了表示海上就是我水呀、啊，水呀、啊，像鼻子堵了有水分了，啊，搞上水上有问题啊，水上有问题啊，水上那边发射信号的地方啊，出问题了啊，告诉我啊，我连忙检查一下啊，是那个下贱的东西啊，真是那个下贱的东西，那个下贱的东西就盯着我的临牌，看到哪里他就要插手一把啊，任何我看到一个信息他都要插手一把。我任何看到一个信息都插手一下，人家看案例的人哦，看因果哦，这个不能做的哦，那个不能做的，人家都知道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他看到一个什么都想做，看到听说那个有一个地方可以发射信号的，发射信号的，把那个破坏掉，在临界把它破坏掉了，把它破坏掉了，爷们啊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这个再搞下去，这个又要出大事了，前面已经害死了一个人了啊，而且我差点被他害死，那个好在我被我临牌的时候发现了那个变马蛇啊，卡了我几次以后，当机立断把那个变马蛇给搞掉了啊，要么说要么他软裂，以后再也不看临牌了啊，要么就把他带走啊，只有两个选择了啊。只有这两个选择了啊，他不是一个人呐、是个魔啊，那就是个魔鬼啊，那就是个魔啊，阎王说他就是个魔，不是人呐、是借了一个人皮啊，就是个魔啊，借了一个人皮而已啊，然后我这边搞完以后，他现在阎王亲自出马。把那个发射信号的地方，把它重新调回来啊，重新调回来一个，哇，那个这边那个眼神又受到信息了啊，我知道方向在哪里了啊，知道方向在哪里啊，继续前进啊，后面的事情就看着办了啊，我再不管他了啊，好，再见啊。